DJI 这个是 Mavic Air 2啊，这个很好用，这个编号是 WG0716 的哦。这个 aircraft number 三号码，这边 about 也是有。然后我换了这个 EAC 版，换了 EAC 版，现在可以打开。可以 on power 了，之前就不可以，之前是烧了，这边烧焦了，也是坏掉，现在才可以开。所以现在看它的 gimbal start， 它的 gimbal 也是有问题，所以再换这个 gimbal， 再这一下，然后我们的 gimbal calibration 是。不是微电。Q， 啊，这个 DJI， 这个是 One D Cream。